老板，帮我看一下那桌多少钱？哦，你们那桌一共消费165元。165。老板，你看这样子，我啊先给你115，等一下我那个朋友买单的时候，你就跟他说是50块钱，好吧？啊，这，因为啊他是我的高中同学，刚刚失了业，又没找到工作，我给他介绍了份工作，估计啊他是想感谢我，所以啊请我吃顿饭。行，没问题。好，感谢了啊。来，莫少，多吃点菜。嗯，这家菜的味道还不错啊。那肯定。莫少，今天喝两杯吧。不喝，等一下要去收租。吃好没，老陈？嗯，老板买单。哎，好嘞。大哥，你们这桌一起消费50元。这么多菜只要50块，这也太划算了。少赚一把。啊，对。支付宝到账25元。怎么了，莫少？你有意见吗？你也知道我刚失业，能和你 AA 已经不错了。况且刚才那酒啊，它就值40元，剩下的你付吧。行。过去。啊，对了，莫少，你答应帮我找工作的事别忘了。行，我还有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好。老板，把这菜给我打包。好，好嘞。哎，大哥，大哥。你刚刚怎么不跟他说清楚呢？你对他那么好，他还这样对你，值得吗？没事，100块钱看清楚一个人值了。喂，哎，你好，请问是小陈吗？是。不好意思啊，你这边的工作已经被取消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不明之辈，我是谁，忘了谁也无所谓。老秦，哎。莫少，辉哥，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回来，长明和小杰他们都等着呢。那太好了，人啊到齐了。是啊，晚上市里面好好聚一下，喝两杯，我来安排。行，那你们等我一会儿，我回去啊，换件衣服。哎呀，你别慌了，赶快上车，大家都是兄弟，又没有美女。哎，快点快点，来进来坐。哎，莫少，怎么现在才来啊？都等你们半天了。我早就到了，这不去接老秦去了吗？我这上怎么闻到一股子酸臭味？昌明啊，你咋说话呢？来，老秦，坐。哎，小金，最近你那公司发展的怎么样？挺好的，这不最近想把父母接回来城里面住，我还没告诉他们，想给他们一个惊喜。哎，对，孟少，你那个酒庄现在怎么样呀？我啊还行吧，刚起步。对了，还给你们啊带了两瓶好酒呢。哎，老秦，你现在在农村怎么样呢？我在农村养点鸡啊，种种青菜，都不称呼吗？你这也太客气了。不行，上我那去，我那还缺看大门呢。来我这儿吧，我这有个总经理的位置给你当。不用，我在农村挺好的。老秦啊，我不知道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农村，我们呀现在混得还不错，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们说。行，如果真的有事啊，我会告诉你们的。行，我给你们带的好酒啊，大家尝一尝。来，兄弟们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你赶紧给他送回去，你看在农村混成那样，还回来出来喝酒。你能不能少说两句？你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？不是我说，孟少，咱哥几个都混得风生水起的，他跟谁去那上班不行，非得待在农村。我也不想待在农村，我也想跟兄弟们在一起，但是大家都出去了，老爸老妈谁来照顾？刘凤霞儿子是吧？这里是人民医院，老太太想和你说两句话。海军啊，我都好了，我这都在医院啊住半个月了，你天天跑啊也累，还不少花钱，你让我回家吧。什么？住院了？是不是没医药费了？你看我说的对不对？大妈叫刘凤霞。什么？医生说了，他妈叫刘凤霞。刘凤霞，那是我妈。他们在外面啊都不容易，你就把我当亲儿子看，有什么事情直接跟我说就行了。哎，阿姨，
老板，拿两包蓝狐。哟，老陈，可以啊，抽这么好的烟。你的烟抽多了咳嗽。多少钱？一共70。行。哟，电话来了。喂，那个项目。老婆，你来扫吧。我来扫吧。哎，孟少，你这扫什么呀？哟，孟少，怎么你付了呀？你看我手机拿出来了，你看这事闹的。没事，谁付都一样，大家都是兄弟。那行，你买了这个单，我请你吃饭。走，走，走了吧。来吃菜。这么好的酒，就这么几个菜。嗨，四个人吃饭够了。哎，老表，想吃什么随便点，不够就点，吃不完打包。好。哎呀，你今天请客这么大方啊。嫂子，你这说的哪的话，哪次出来不是孟少买单呢？是你兄弟先前是挣得多，对你们也大方，花钱不当回事。但是你兄弟这两年公司也不景气了。老婆，你说这些干嘛？兄弟，我就问你，我们认识这么久了，今天这顿饭你请我吃行不行？哎，孟少，咱们兄弟不说那些，来，咱们一起干一个。来来来，来，莫少，接着喝呀！别喝了，兄弟，你看你老表啊，都喝醉了。微醺胜买醉，我们兄弟几个下次再续呗。那行，那你们先吃着，我去上个厕所。你看着吧，指不定出去啊，想什么坏主意去了？这个单还得你买。没事，大家都是兄弟。先生结账。我们还没吃完，结什么账？你朋友啊在外面说啊你们已经吃完了，让我找你啊买单。我就说吧。多少钱？一共808，收您800。来，刚好。哎，某叔，你怎么把单买了呀？不是说好我来买单的吗？你这都干了什么事儿啊？我这事干的不好是吧？行，来，你来买。行，我来买。哟，莫少，你看手机没电了。没事，我这里充电宝。这充电宝我也没线啊。有线，你看，三根线，总有合适的，选吧。兄弟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傻？我怎么可能觉得莫少傻？那我欠你的吗？不欠啊。那我怎么感觉孟少像欠你的？兄弟，我不欠你的，不要把别人对你的好当做理所当然。我也不是人傻钱多，我只是把情谊看得比金钱更重要。自己好好想想吧。走，老婆。孟少，这算我买？我差你这顿饭吗？朋友有很多，真的假的？能成为兄弟的人又有几个？